一个导数，我超错路线，累得要死。先到这里，一个陡坡，我们就走路探一下。这里是人走的陡坡，我技术也不好。然后这边。这样子，我不止这样子，他说这样子，走路，这是人走的，又湿又滑，这边有滑，这个我把它倒。还有挖走入坑楼梯呢，这里没路啦，都是人走的啦，不要了。再不然就是，对啊，再不然就会从这里滑下去。这里是这样子的，这样子的速度。还有路吗？还有。可是那边就上不来哦。